第三十二题，下列哪种方法可以使右图中的马达转速加快？马达转速加快就是它的作用的力量要变大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力量变大可以增加我们的磁场的强度，也可以增加我们线圈的密度。选项 B 说取下电刷以减少摩擦力，减少摩擦力是可以使转速变快，但是取下电刷之后它就没有办法通电，所以根本就不会转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。选项 C 说把 N 级跟 S 级互掉，这样只会改变我们的旋转方向，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力量，所以选项 C 也是错的。移除铁芯以减轻重量，移除铁芯它就少了一个可以帮忙磁化的东西，它的磁力会减弱，所以并不会使我们的转速变快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。那么选项 A 是增加单位长度内的线圈圈数，就是增加匝数密度，这样是可以使我们的作用力变大，所以可以使我们的转速变快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所以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种方法可以使右图中的马达转速加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增加单位长度内的线圈圈数。